青青在这儿呢，青青不仅有，而且加治疗。好了，这号的话其实弄弄细节就可以用了，这号可以用了，特技全了啊，光辉、流云、破甲、罗汉、笑里藏刀架啊，别想点我们的花生寺啊，我们花生寺有神佑的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有的队伍化生寺其实是短板，因为化生寺不像普陀，如果化生寺叠不了活血的话，化生寺被点死的话啊，很危险的啊。嗯，哎呀，你太给力了啊！不过我非常庆幸，说实话，老陈，我非常庆幸你没有早点来钓鱼岛。如果你早来钓鱼岛，钓鱼岛早夺冠了，夺冠夺得多，早解散了啊！真的，你加盟等于钓鱼岛具备了解散的啊，解散的危机。当你昨天开始买这把帽子和武器的时候，我知道要出事儿了啊！嗯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向我袭来啊！